是周明景。好喝的咖啡其实不一定只有在咖啡馆里面才享受得到。最近呢，更有一种新的商机。几年前，在台北市的五指山山头出现了第一家的行动咖啡馆。从此之后，全台湾从北到南，从山区到海边，出现了非常多的行动咖啡馆。而且这个行动咖啡馆不是只有汽车而已哦，就连摩托车、脚踏车都可以拿来贩卖行动咖啡。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个以行动来贩卖梦想的行动咖啡馆。体验生活，以行动贩卖理想。瀑布行动咖啡这辆两轮小财神，带着咖啡达人夫妻穿梭在大街小巷，出没台北街头寻找商机，也实现他们的理想，让咖啡爱好者能够一品优质干净的好咖啡。现在呢，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就是瀑布行动咖啡车他们在出发之前做事先准备工作的地方。走进这个工作室，我们看到瀑布行动咖啡车的老板在一大堆的咖啡豆里面挑挑拣拣，这就是事前的准备工作吗？我们不如直接来问老板好了。Hello， 老板。嗨。热爱咖啡的张仁哲，一直都用最真诚的心，坚持做出干净无瑕的好咖啡。在2008年时，他决定走出店的框框，借由瀑布咖啡车实现最脚踏实地的咖啡梦想。张老板，我看你在一大堆咖啡豆里面挑挑拣拣，是在挑什么？你好，叫我 AA 就好。我现在在挑的就是咖啡豆不好的东西。那你怎么挑啊？我就看有被虫咬的，这样像这个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洞。哦。对。还有像发酵的。发酵也看得出来是不是？对。像这个已经有点变黄色的。哦，对，很明显，它有一块是黄的耶。正常是有点像这个翠绿的这样子，绿色的感觉。所以像右边的有变色就是不可以的，对，甚至于有些还会变黑，还会有黑色的，对 对, 對，黑色就已经是最不好的了，对，它已经完全死掉了。好，那让我也来试试看看我自己有没有挑咖啡豆的天分。像这个有变颜色的，我觉得是不 OK 的，这里有虫蛀的，这是变色的，好像不是太难。这就这样去菜场挑，这个变颜色的。要煮出一杯好喝的咖啡，要从挑选品质优良的咖啡生豆开始。为了不让少量杂质影响到咖啡的香醇，事前经过繁复的筛选动作，才能够挑选出品质一致、高级而且优良的咖啡生豆。看啊，这是有裂开的，这个也是变色的。好。挑完了 ，AA 帮我鉴定一下吧。好，我帮你看。好，像你刚刚挑的还蛮不错的啦，只是说有些动作就是要简单的翻面这样，因为咖啡豆是有两面的，所以你刚挑的一个步骤就是这一面看完，我要看下一面。那有两种方法，就是你可能一面拿起来看，左右两边看，一颗一颗看。可是通常这样比较费时，那有比较快的方法就是。直接重新洗牌，然后就一直看这一面。你说挑好之后再洗牌？对，就是重新这样翻嘛，然后再看这一面，然后继续再翻这样。所以就是说，你刚刚看这一面是一个轮回，所以像这一批，翻过来，对，像这一批豆子，你再把它再翻，多翻几次，多检查几次。哇，那你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啊？所以我刚刚说挑一公斤要一个小时，要一个小时。哇，所以原来挑咖啡豆才是最耗时的一个事前准备工作哎。小小的一杯行动咖啡，内涵的学问却是非常远大的哦。专注的挑豆过程，就是张仁哲所卖的行动咖啡，想要带给顾客好品质的最佳肯定。那 A， 你跟我们讲一下，你这台瀑布行动咖啡车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工具啊，在里面？主要的区块的话，就是这边是我的储水的空间，然后这是放瓶子的杯杯罐罐的东西，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我的工作平台，像这一袋就是装我的手冲壶，有两只，容量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磨豆机，有两个磨豆机，那像这些小瓶瓶罐罐的，它都有它的功用，像这个就是要装咖啡豆的，那这个是要装一些就是多余的水。多余煮咖啡的水，那这个就是心情好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用的小杯子。咖啡豆的话，我都会背着，在身上。对，背在身上。那像你这些招牌，你都要挂在哪里？我的招牌是用粘的，就是我想要后面是魔鬼粘。对，
就是看黏哪里就黏哪里。哦，很有创意耶。就是我的挑咖啡豆的这个秘诀。对对对。哦。就刚刚你挑过的坏东西，然后只是特别介绍给大家看一下。嗯。杯麦是50块钱。不管冷热。不管冷热。哦。然后还不管品种。不管品种。其实依你的做工这么细，我觉得150块很便宜。对啦，也没错啦，是蛮便宜的。哎，那我很好奇，像你准备这些工具跟原料，那如果卖到一半材料用完怎么办？就打烊回家啦。哦，卖完就打烊回家了。对，就是代表有达到我的预计目标，所以就要跟客人说隔天趁早这样。明天再来。哦、okay ，因为出去一趟有我预估的量。行动咖啡馆顾名思义，就是以车子到处的行动贩卖咖啡为主，而非固定式店面的咖啡馆。因此呢，除了地点的选择、跑点的辛苦之外，咖啡豆还有牛奶等材料的选择，还有成本的拿捏，也是格外的重要哦。完成了准备工作呢，瀑布行动咖啡车就要准备出发了。AA 的张仁哲骑着机车贩卖行动咖啡，同时呢也贩卖着梦想。就连跟老婆 CC 的相识，也是因为行动咖啡而结缘，进而结婚。因为迷上了精品咖啡，与同好们一起喝咖啡，研究咖啡。在面临原本营造业工作瓶颈，毅然决然地投入贩卖行动咖啡。他凭借着对于咖啡的热情 ，AA 就以简单的一台摩托车，还有简单的器皿，开始展开朴实无华的行动咖啡贩卖，也坚持呢要把干净的咖啡跟大家分享。透过行动噗噗，让大家只要花50元就可以喝到咖啡馆里的高档咖啡。地点的考量是很多行动咖啡业者共同的烦恼，要人潮，要钱潮，还要能够稳定客源。因此，许多的行动咖啡馆在创业的初期，总是为了地点寻寻觅觅。在户外，你能喝到这么一杯咖啡的话，会出乎意料，因为它喝完难回甘的。每次喝它的咖啡啊，那个是香又甜，哦，一次爱喝它都爱上。AA 他从喜欢咖啡到去认识咖啡、学煮咖啡，最后真的可以去卖咖啡，这一段时间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将他的行动咖啡机车昵称为咖啡噗噗，这样一台咖啡噗噗是以经过改装的机车加上简单的咖啡冲泡设备，所花费的费用其实并不高，不过呢带给咖啡爱好者的感动却是无限的。其实趁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 AA 他从喜欢咖啡到去认识咖啡、学煮咖啡，最后真的可以去卖咖啡，这一段时间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呢？我一开始接触大概是5、6年前的时候，就碰到跟一群朋友一起先乱喝咖啡。乱喝？对对对，因为我们遇到一个煮咖啡，他玩咖啡的一个人，然后就打破我以前对咖啡的刻板印象。嗯、我以前就是常喝3合1的啊，不然就是喝冲泡的那一种。对，不然就是喝罐装咖啡，就觉得哇，这咖啡真的很棒。嗯。没想到去我们那个朋友那边喝之后，啊，咖啡也可以这样子哦。那时候喝到的咖啡味道就不是单纯就是又苦啊，然后加糖加奶没有，它是喝黑咖啡，然后有很多丰富的味道。像有时候他会说让你闻一下，品尝它的香气，让这杯咖啡在你舌头上滑来滑去的感觉。你曾经最高的记录一天卖过几杯咖啡，或者是在多短的时间之内把材料都用完？像我出去一趟，我是抓50杯或60杯，但是也会多带一些，偷偷多带一些豆子啊。那因为我那个水量局限于就是大概50、60杯，那我曾经卖过最多就是大概70、80杯，那也有曾经就是一个小时就40杯就卖完，然后就本来想说要长期抗战，一个小时就卖完。一个小时你能够煮出40杯来？对，然后煮完40杯就可以打包回家休息。行动咖啡馆运用一目了然式的开放空间烘煮咖啡，不但可以让顾客清楚地看到所选用的材料，也喝得更安心，同时呢也拉近了老板跟顾客间的距离。这样没有界限的营业方式也让 AA 这对夫妻认识了不少咖啡的同好。为什么我磨起来就会 KK 的？你要用两只手
交互比较好，而且在这边会占空间。然后简单讲一下，好，因为我这是我的习惯，我会这样手卡着盖着，然后两只手交互的摇。交互的摇什么意思？这样子吗？这样子，要互动，有互动，这个推，这个推，这样推，好不好？哦，所以就可以很交互，然后这样。好，那现在我知道怎么磨咖啡了。不过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东西，很好奇耶。这个手网是要用来做什么的？这是拿来烘豆的。这个可以烘豆子？对，没错。我以为烘豆子要很复杂的机器才可以，一个手网就可以。对。那你要不要再示范给我们看一下？示范给你看。那待会就示范烘豆子给你看一下。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耶，让我试试看好不好？好，你要看，有点像炒菜一样。好，你只要保持晃动就可以。这样子也可以吗？可以，你只要自己摇一摇。这样子对吗？OK OK。这样 OK。对对对。我已经开始闻到香味了耶。对，这跟刚刚你刚开始烘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现在的味道有点甜甜的。香味跑出来了，然后豆子也开始变颜色了。对对，从绿色变成有点黄色。那其实我们知道所有要能够泡成咖啡的这个咖啡豆都要经过烘焙，所以你每天早上在家里做这个烘焙的准备工作大概都要多久的时间？我平常如果接订单的话，我在店里烘豆。都会烘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如果量更大的话，甚至烘一整天都有可能。哇！所以你看，这个在事前的准备工作都还包含烘焙这个咖啡豆。好，那我们现在学会了怎么磨咖啡豆，怎么烘焙咖啡，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要冲出一杯好咖啡。那 AA， 你也来教我们一下，怎么样才可以泡出一杯很好的咖啡？好，没问题。你现在这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做简单的清洁，清洁滤纸。清洁滤纸。那这个。清洁液可冲可做可不做，可是建议做一瓢，一瓢大概接近十克，八到十克。好香哦，这个粉。如果你要再烘重一点，就多倒一点。好，那粉倒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倒热水。好，那煮咖啡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水温。水温呐，你那水温要控制在多少度？水温尽量控制在80到95之间。不要到沸腾的时候。不用到沸腾。果然不一样，他倒个咖啡粉，说要用轻快的步骤来把咖啡粉弄湿。所以现在滴下来这些都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不要。好。那因为咖啡是需要。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所有手冲里面最重要的，它需要时间让它出味道出来。对，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要我要决定它的味道。今天我就用所谓水位的高度决定味道就好。所以我们的水要倒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如果我今天我要喝浓一点，我的水位就倒低一点；我要喝薄一点，我的水位倒高一点。好，那如果我要喝浓一点的话，我喝浓一点，我就水位倒低一点。好。那至于油要怎么转圈圈呢？大家要放轻松，就是有些就是固定水位就好。哦，真的，你看 AA 一直在倒水，可是它的水的位置一直保持在一样的高度。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量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对，已经差不多了。好香哦！当你在倒水进去的时候，那香气不断的冒上来。对。煮咖啡享受的就是这一刻，就是享受它那个气味，还有喝下去的口感。闻香闻完之后呢，就要去喝它的味道。所以你说今天我们泡的是比较浓厚的咖啡，对，会比较浓厚。那你今天喝的，今天煮的这杯叫曼特雷，好特别的口感，它就是微酸，然后带一点苦，可是那个苦不到你的舌根，所以是那种很甘醇，就是苦到后来有一点甘醇的口感，非常的好喝。有点像在喝焦糖水，有点像在喝焦糖水，对，没错，黑糖加水。我刚刚已经做完示范，接下来换你试试看。你要让我体验看看吗？对，好，其实弄一杯煮一杯咖啡很简单的。那你来帮我检验，我泡出来你看看好不好？不用担心，我会在你旁边。好，一杯好咖啡，除了挑豆的重要外，
冲煮的技术也是影响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时间的掌控、分量的多少，都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用力的倒下去，放心的倒下去。对，因为我要煮高水位的嘛，对不对？再倒下去，倒大力一点，放自然一点。对。其实不太容易耶。好。第一次自己泡的咖啡。对啊，有达到效果，跟我煮的不一样，有比较薄，对，后面那个甜度比较弱了一点，但是前面的那种酸香是还在的。那问题是出在哪一步骤？哦，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设定就是我要煮成这样，类似像这，这是比较的，对，我刚刚煮的是比较浓的，它现在是煮比较轻薄。那这样子有及格吗？可以啊，可以耶，可以，所以我的体验成功。AA 的行动咖啡也开始多了不一样的经营模式。驻点服务是将行动咖啡转化为更便利性的服务，也让热爱喝咖啡的朋友能够更及时的喝到好咖啡。走出店家才能开拓客源，这是热爱咖啡的 AA 对于自己开始行动咖啡的一个起点。因为用心为每一位客人冲泡出真正的好咖啡， AA 的行动咖啡也开始多了不一样的经营模式。驻点服务是将行动咖啡转化为更便利性的服务，也让热爱喝咖啡的朋友能够更及时的喝到好咖啡。透过这样的服务，也充分的让行动咖啡车发挥多角化经营的效果。哇，这边都摆满了你的器具了耶。那我还想再问一下，像之前我们都是在街头卖嘛，对不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想过要提供这样驻点的服务？那要感谢我的客人，他刚好有这样提议、嗯、那我想一想也可以去这样子服务他们，然后刚好可以去更接近他们、嗯、更接近客人，把我的咖啡介绍给大家，顺便刚好有也不会受到天后的影响这样。要有兴趣才会生根，也才会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免于被淘汰。尤其是近些年，行动咖啡车成了许多人创业的起源。不过要如何长久经营，也许像 AA 这样子能够把握住经营特色，才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谢谢。怎么样，大家觉得他们的咖啡好不好喝？好喝，很香，很纯。而且配蛋糕甜味刚刚好，赞。好喝，咖啡跟牛奶调和的非常自然，非常好喝，谢谢。好，今天呢我们行动咖啡的体验大成功，在这里呢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噗噗行动咖啡的 AA 还有 CC， 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咖啡跟非常美好的一天，谢谢你们。休蛋姐嘞，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工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待会还要再去下一个点。新世纪的新行销手法，做生意啊不再只是守株待兔哦，而是主动出击。AA 张仁哲的行动咖啡车走出制式化的咖啡馆模式，化被动为主动，不仅仅只是在成就热爱的咖啡梦，也在分享感动。这就是你另外一个驻点了。对啊，没错啊。看看看在这边喝，还有在我那个咖啡车那边喝，有什么感觉不一样？所以你在这边也要煮一杯给我喝喝看吗？因为这里是我跟我是配合这个公司一起来这边服务的，对，那我只是负责提供原物料，然后他们借由这个咖啡跟他们客户做一个关联这样。那其实内湖我们一直就认为它是台北市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然后碧湖它又是个给人家悠闲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常常在想说，如果在湖边啊，然后能够喝一杯咖啡是一种蛮好的一个享受。那刚好 AACC 的咖啡啊，它就是标榜了自然纯净，那其实跟我们这活动非常的 match， 所以我们就特别请他来这边煮咖啡给我们喝。那 A， 你自己觉得在这里喝你咖啡的客人跟会到噗噗行动咖啡车跟你买咖啡的客人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是来这里客人是针对这个活动，那
另外一个是喜爱我的咖啡的人来的。今天真的要特别谢谢 AA， 当然还有 CC 正在辛苦的工作，带给我们这么棒的好咖啡，谢谢你喽。因为对咖啡的热爱 ，AA 不仅仅只以行动咖啡来增进自己的专业，为了求进步，更透过驻点服务的磨练来提升自己的技能与经营特色。AA 与 CC 这对夫妻打拼的精神，正告诉着我们学无止境。起先要先讲到说，我跟 A 的个性是比较喜欢自由的，比较喜欢有一些多变化的一个生活。那咖啡这种东西是到处都有咖啡，那我们唯一的特色就是说 ，A 他在处理咖啡豆的时候，他会先去做一个挑选，把瑕疵都剔除掉，他才去烘焙。他的坚持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相信说，我们这样子脚踏实地去处理咖啡的过程，我相信这个东西慢慢的消费者他们会去接受，因为毕竟你喝的咖啡是要对身体是要有好处的。那把瑕疵都剔除掉的话，对身体比较有好处。那以这样子的市场来看，未来我们会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这样子。A 跟 CC 这对夫妻虽然呢用的是最简单的噗噗摩托车来贩卖行动咖啡，不过呢他们坚持把最香醇、最干净的口感带给每一位他们最爱的客人。其实呢这种精神就跟贩卖行动咖啡是一样的，一步一脚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许下一次你在经过街头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行动噗噗咖啡车，也可以走到他们的身旁为他们加油打气。职场达人秀，体验甘苦与成就，我们下回再见咯。行动咖啡在于提供消费者便利性跟及时性，为了要满足顾客在便利跟及时的需求，想要投入行动咖啡的经营工作，需特别留意选项大众、优质市价，配合卖场的情境，方便顾客跟及时提供地方文化、亲切对话，放松心情，触动心思，发现生活不同。